倒数第三天，然后我生日当天又很忙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大学完全没有课的时候要去自己去度假一天，然后把平常想做但没有机会做的事情都做一遍。而且心情蛮好的是，今天天气是难得这么好，而且12月哪会有26、27这种温度？我今天就是一个人，一整天就是一个人自己去任何地方，对，你是边缘人，还自己帮自己提早过生日，超好笑。导航说大概在15分钟就到了。给你们看海，要穿新鞋。天气真的超级好的，幸好我没有回去睡，又起床然后来海边啊，超开心超放松。我是那种看到海就会整个身心舒畅的那种，好舒服哦。现在要走回去那个咖啡馆，我刚找了一个地方停车。等一下，我有走错方向吗？没有。全门的窗边的座位，
千丝。是香柠，差点掉下去。算了，我不适合当美食博主吧。好香啊！掉下去。那我就是因为我今天一个人来，不然我好不好想点东西。完食，因为我吃早餐，所以我也没有到超饿。那这一顿刚刚好，真的好。再吃甜点，看什么切？我切的相当相当的失败。它还有一点像冰淇淋的那种，但是它入口即化，然后真的很香，超好吃。甜点比刚主食还好吃，但主食也很好吃。真的很推这个，不会太甜也不会太酸，就是柠檬香。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蛋糕，真的很好吃。如果我点甜点，我就想自己没有办法把一整个甜点吃完，除非它很小。但这算蛮大，但是它真的好吃到我直接把它吃完，这是最后一口。今天都没有踩，我连饼干屑屑都吃得超干净，好好吃啊！等一下要去找一个可以有机会去踩沙滩的海边，去那里走走。我查一下在哪里好。好困，啊，不用跑了，哎呀！
妆哎，超可爱的，天哪！不要，到底要去哪？现在长得好可爱。该回去了，因为我还要回台北去跑下一个行程。拜拜，好不想走。车子也太热了吧！啊，我的天哪！海边拜拜！我现在要开车回台北，然后我要先去一个马卡龙店，我想去很久了，但一直都没有时间去。哦，车子有点多。眼镜啊！其实我以为礼拜三不会有人来海边，结果其实也是蛮多人的嘛。今天好可爱哦！我要来买马卡龙。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一下，只剩下这几个而已，也太少了吧！但是好可爱啊，你看。百香果、黑芝麻、榛果、杏仁糖，蛮可爱的啦。不可能都没有了吧？平常都那么少。没有，这两天人比较多，所以很快销量就会上来。我决定把剩下的都包走。就买四个，反正也没剩几个。有四个，这个画不出来。那帮你装一盒四个的哦。好。寄到优惠券再帮我留意一下，小小的。谢谢。买到了，开心。这是刚刚买的马卡龙，我以为它是有店内的位置，结果它没有。那就特别拉过马新嫩酥节马卡龙，盒子也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超可爱的、啊。回家跟我的家人分享，我先去载我妈回家。然后回家之后稍微休息一下，可能也换个衣服，然后再
再出门去做蛋糕。我昨天晚上就预约好了6:30要去地做蛋糕，就是对我生日嘛，都快到了，我就自己做自己的蛋糕，真的很久没有做了。很香，被我咬了一口，每个都要吃一口，棉花糖饼干应该是巧克力口味。最后一个，就是最可爱的，舍不得吃的一只。有何人在里面？好像是什么杏仁榛果。每一个都咬一口。剩下就是家人大家各咬一口把它解决，不然一个人吃太多会胖死。等一下弄一弄，我又要出门了。想很久的香氛蜡烛了，我要来这里做我的生日蛋糕。你好，哎呦，继续继续，这样子好，拿起来，然后快速的放下，要不要往下压，就往前滚了。你看，好，这么垫我们再滚几次。好，放下来，还不错，终于都没裂。手好酸呐！我做好卡士达酱，第一次做卡士达酱，因为它现在超香的，味道超香。好香啊，这是蓝莓果酱。
去买油。轻轻的把吃进去的把它裹掉，所以才说亚洲啊，温柔的一点，还不错哦。好，帮我拿高一点点，很好哎，都没有喝，很棒，所以哦，而且就可以煮状态，太棒了。哎，这太棒了，谢谢。好，可以照着步骤煮粥，我们会先上冷水一下。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。对对对，动脉补起来。应该是 OK 的吧，哈哈。那冷冻好了。终于做完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那地方好丑，真是无法哎。把它包回去就可以带回家吃，耶！超满足的回家，耶！祝我生日快乐，哈哈。Thank you.